焦光纤通讯行业，专注于光纤切割和热熔技术，致力于成为国内光纤熔接机一流的民族品牌。广东腾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十年如一日，以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书写了一部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一路披荆斩棘、风雨兼程的企业奋斗史。作为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光纤熔接机、光纤切割刀等光电通信设备的高科技公司，腾友科技拥有佛山中科院产业技术研究院及引进华中科技大学专业人才组成的自主研发队伍，结合国外先进技术研发生产并获得多项设计专利的腾友 Master 系列光纤熔接机和腾友 TC 系列光纤切割刀，受到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力、中国广电以及众多通信工程公司和光通信器件厂家的一致好评，为国家推广 FTTH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腾友科技自主研发的腾友 TAMTEC 光纤切割刀 TC 系列平均使用寿命达到上万新以上，新推出的高性能光纤熔接机以其卓越的性能、严苛的质量标准，赢得了广大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在历届国际性大型光电展会上，屡次受到同行与客户的高度关注。2013年，腾友新增国际最先进的德国进口数码机床，加大对光纤切割技术的研发，不断完善和提升光纤切割刀的性能，陆续推出 Smart 系列的 TC 7S、 TC F8、 TC 75、 TC 77、 TC 9等产品，代表着国内光纤切割刀的最高水平。本着精工制造精神，腾友高性能光纤熔接机具备四大优势：一、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精确微型槽、六马达先芯对准方式，无反光镜设计，缩短对芯时间，极大提高工作效率；二、夜间作业便利，高于500倍的聚焦放大倍数，成为市场上最卓越可靠的熔接机之一。大功率 LED 白光灯令夜间作业更省心。三、适应各种恶劣环境，5英寸彩色高分辨率电容触摸屏适应恶劣环境，防尘、抗风、高温、耐寒、高海拔。四、电力持久，陶瓷压锤精密耐用，微旧机采用10200毫安大电池。FST16S、FST83A 机采用6800毫安大电池，电力更持久。以质量赢得市场，以诚信铸就品质。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公司的客户覆盖电信、移动、联通、广电、铁路、矿业、电力等各个领域，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同时，腾友积极开发国外市场，产品已广泛销往欧洲、南美、东南亚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公司倡导以人为本、注重人才培养的企业文化氛围，积极鼓励大家发扬诚信、热情、自信、积极的企业精神，不断开拓进取，以专业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回馈客户的支持与厚爱。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本着以诚取信、以己服人的原则，广东腾友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愿与您一道，在波浪壮阔的行业大潮里
共情风帆，踏浪远航。